我是丁真，希望明年的三把剑速度也出手，可以带着你的斑马来四川领导。彼此也我不会忘记你的味道，一个小时抽不到会计生市场。我想明叔叔，我的家乡是四川里端，不是西藏。李子叶，你信号灯亮的时候很美，忍不住把你锁进我的鼻嘴。李子叶，我曾经对你有过偏见，现在我是你奴仆，不知这一切犯忌。我一直以来最大的敌人是王源。李子叶，我没想到那么快出关，陌生的人，求你给我个椰蛋。现在你给我一个椰蛋，等我回礼堂，我让你做我的椰蛋。原来那些味道都不是真的，电子烟全部都是化学下几条配出的幻觉。抽烟有害健康，可是不抽马上就会死掉，我生命唯一养料电子烟。小的时候我抽烟草，以前我一直觉得抽烟草才有腔调，后来接触到电子烟，我才发现科技之美好。现在我的梦想是把礼堂的电子烟推广到全世界，谢谢。电子烟，我插上 Type-C 给你充电，你但没电我会闭眼长眠，看不见明天。电子烟，等我死了不要给我烧纸钱，在每年的四月多给我烧一些烟，有些烟袋可能都卖得假的。电子烟，抽着抽着没准突然一下子会漏电，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抽烟有害健康，抽完注定被送进太平间。珍珠因为没抽电子烟输掉赛马节，现在我才后悔为什么当初不多背一点。谁不抽是必然，会拆好在下面，跟我抽吧，电子烟，抽死我吧，电子烟。舅舅姐姐，我想要
一辈子疼爱你，好吗？